因为其实呢，我是知道要来 Tokyo。嗯。你真的不知道对不对？我一直在起鸡皮疙瘩哎、欸！你真的不知道？我昨天你在演，我在演。什么什么？怎么可能？我大演特演，我不是。我穿假脚。不是，不是蚊子，是航空，因为我是航空的会员。然后那时候我要 check 我的机票的时候，然后我就看说。为什么12月23号去 Tokyo 去羽田机场？哎、欸，剩下时间你就自己逛哦。我们演那个整套了、欸。你这个演技怎么会没有拿金钟奖？我们是情谊耶。什么？我有带鞋。你跟他住了一个晚上，居然没有发现他行李下面有鞋？我是不是太相信我身边的人啦？いないですか？いないいないです。あ、ごめんなさい。じゃあ違うんだ。うん、違う。是你？是我？是你？是我的是？はい。哦。はい。間違えました。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这是给你的。啊，是我的。好厉害哦，你们都。ありがとう。这是圣诞节礼物的意思吗？对。那我只好把我人献给你。没关系，没关系。哎、欸，我已经准备好了。是订到这边来给他的 present 哦。嗯哼，因为其实呢，我是知道要来 Tokyo。嗯。你真的不知道对不对？我一直在起鸡皮疙瘩哎、欸。你真的不知道？我是知道要来 Tokyo。嗯。昨天你在演，我在演。什么什么？怎么可能？我大演特演，我不是。我穿假脚。不是，不是蚊子，是航空，因为我是航空的会员。我憋超久好不好，而且我超怕我昨天喝醉的时候就说出来，可是没有，好险。因为我不是11月去首尔嘛，然后因为我回程的时候是空的飞机，然后那时候我要 check 我的机票的时候，然后我就看说为什么12月23号去 Tokyo 去羽田机场。算了啊，我们就地解散。那你还配合我们穿短袖跟成头啊？一定要啊！总要演到最后一刻吧。我们就地解散了。对呀、啊，现场。我要回家了，拜拜。哎，剩下时间你就自己逛哦。我们演那个整套了。那个，你接下来导游都没了。导游没有要做事情。你现在就是完全靠你自己了。而且我会把这些账单全部寄到你的公司。寄给蚊子。怎么会没有拿金钟奖？我说你真的去台东干嘛？把这搞丢了！我等于是帮他扛行李来耶，因为他穿的衣服现在都是我的。生气的小脚脚，是你用手机偷偷录音就好了。嗯，他就在旁边说：“阿静，那个人真的有点不开心。”你去演，你去演。是啊，我们等出发了。好啊，但是他现在有点小情绪。真假的？他说他现在没有想法了，然后说晚上怎么样都可以。对，就看你想去哪，他配合你。怎么会变这样？星座打击，真假的？星座打击。你去跟他说，我拿我。不要这样，不要这样。什么啦？你要哭了？没有啦，我只是累了。不要这样啦。
怎么还顺便把我的裙子掀这么高？我记那个酒是有意义的，你有打开来看吗？没有啊，为什么我会打开看一个让我觉得寂寞、觉得冷、觉得失败的酒？哪有失败啊？哎呀，哇塞，这是哪一招啊？你都没有打开来看一下、哦，我不想看啊！我要休息一下，好冷。你真的要休息了？我好累哦！你真的要休息了？先这样了啦。顿时间那个怎么讲？计划的热情就已经消失，被浇熄啦！立刻，我心已打烊。现在真的只想唱《我心已打烊》。你真的很会演哎、欸，真的，你的新娘没有给你太不对了。真的出来哎，我也是憋得很痛苦哎、欸。可是你演得很好啊，你演得很好，你都被你们说没有破绽，就先这样吧。什么啊？哦，怎么会这样？不可以吧？可是情意耶。什么？我有带鞋。你跟他住了一个晚上，居然没有发现他行李下面有鞋？我是不是太相信我身边的人啦？而且你知道吗？他的袜子是那种有毛的，是那种防寒的，全新的 Hogan 呢、欸，全新的。那么会演，我们两个聪明一世，怎么？败在他手上。他被骗就算，连我都被骗，很难被骗，我很难被骗的、欸。哎、啊，这啊，气死我了！好，退下，我默默退下了，退下，即退下。哎、欸，小心小心！还好意思回来拿房卡？我可以理解策划这么久的一种心情，有一种瞬间被浇熄的感觉。然后我真的完全可以理解你的不高兴。然后那希望你不要不高兴太久。还有下一段还有。就希望你不要不高兴太久，然后如果反正那但是接下来这些你觉得你已经不想再录或不想再那个去吃饭或干嘛那个都 OK， 然后我也可以自己就接下去，反正我也可以明天自己去机场或干嘛都非常 OK 的，但是你不要不高兴好吗？然后不要不高兴太久啦。好，先这样子，那先祝你工作顺利啦。看来我的演技也是可以得金钟奖的嘛。你们到底要演到什么时候啊？到底是要演到什么时候啊？可是我只能说这个反转真的是太奇葩了，我真的是连想都没有想到哎、欸。好啦，去给阿基一个拥抱啦！好啦好啦，去给他一个拥抱。不能再演了，再演下去他会伤心。真的，他会伤心哎，而且他好放在心上、喔。他很重视你的感受。真的耶，不行，我刚刚还没有演那一趴的话，我会自己觉得很不爽，因为我也要骗到他。好啦，我们等一下出发去看个灯什么的啦。夕阳没看到算了，看个圣诞灯好啦。没有骗到你，我怎么会心甘情愿呢？就是要反转，再反转，再反转。对呀、啊，我刚才还在想说要怎么样反转，对不对？对，想说不能被你子弹里将了一军，好吗？金钟奖的部分我也是很值得拿的。